这燕郊又着火了，这饭店又完了，这浓烟滚滚的，我得赶紧跑啊！爆炸了，完了，太好，你我擦他妈！我得赶紧跑，这他妈太危险了，浓烟滚滚的，哎，太危险了。哎我操炸了，哎呀太可怕了，哎呀着火就没法救，哇看，哎呦我得赶紧跑，爆炸疯了，完了啊，你看见火苗啊，赶紧走，赶紧离这远一点，赶紧走，炸了，完了，这烟枪他妈老着，太阳头要抵上，燕郊太阳城也抵上饭店，啊，怎么找了？浓烟滚滚呢？这烟，这火可不小啊！救护车，救护车。这车在这干嘛呢？不救火呢？还在这站着呢，还没进这小区呢，进不去了。这枪不能喷进去吗？为什么这火车不进呢？两台车还进不去，看。随着中国经济下行，社会秩序越来越失衡，中共治下的压迫，社会矛盾凸显，一系列的恶性社会事件接二连三的爆发。继3月13日燕郊大爆炸造成30多人死伤后，3月28日下午，北京近郊河北燕郊镇再次发生起火爆炸，地点位于天阳小区东北角。视频显示，一家挂有修车换轮胎换电池招牌的店面燃起大火，现场火焰翻腾，浓烟滚滚，店面附近还停着几辆三轮车和电动车。综合路媒界面新闻等媒体报道，3月28日燕郊再次发生火灾，起火地点位在当地天阳城小区附近的一处店铺。据多名目击民众从不同角度及距离拍摄的画面显示，火场冒出的黑色浓烟十分猛烈，直冲云霄，并能隐约看到火光。其中一段最靠近火灾现场的视频显示，起火点位于一处悬挂修车换轮胎换电池招牌的平房区域。当地居民透露，起火点是在天阳城小区北区东北角的修车店。官方通报称，疑似电动车起火引发维修铺爆炸，民众听到多声巨响，伤亡情况不明。消息很快被当局压制。附近一家商铺老板告诉路媒，下午一点多，不到两点，他看到外面有很多人在围观，很近的地方冒起很大的黑烟。他在外面站了不到十分钟，就听到很大的爆炸声，随后起了明火，浓烟滚滚。报道指，燕郊镇这次火场的位置距离13日的爆炸地点仅有两公里。Thank you.
们听见我喊的是呼喊大。烧起来了，从一楼到五楼啊、哦，从一楼到五楼的，哎呀妈，太吓人了，那个玻璃都全都崩开了啊、哦！辽宁一六层居民楼因天然气泄漏引发爆炸。3月28日下午5时许，辽宁省营口市一六层居民楼因天然气泄漏发生爆炸，居民称听到多次爆炸声，被困居民用床单当滑绳自救。视频显示，辽宁省大石桥市一栋六层楼房发生燃烧，现场还有滚滚黑烟，且窗户被震碎。3月28日，新东方集团创始人俞敏洪在行驶的汽车中直播采访吉利汽车创始人兼董事长李书福。李在直播中大谈他的创业史，提到他旗下一度红火的北极花店冰箱厂也为8964事件而夭折。李书福在叙述这个过程时三次提及六四字眼，包括六四之后、六四之前、六四一发生以后。他还提到六四之后政商环境复杂，他就把电冰箱厂全部都送给政府了。当俞敏洪问及这个厂子还在不在时，李书福回答，政府拿走他搞不好的吗？全权。李书福在说前半句时似乎正谈的兴起，完全是政府搞不好企业理所当然的口吻，但随后好像突然意识到失言了，于是卡在全字上没了下文。俞敏洪见状急忙接过话头，打了个圆场，哈哈，你这话说得太直白了，我们政府什么都能搞好。随后两个人就开始一起尴尬的哈哈笑。在这之后，这次直播突然显示房间被封禁，但有网民反映后来直播又重开了。李书福被认为中共当局的红人，吉利汽车的发展史似乎与习近平的官职升迁紧密相连，甚至有传言称李书福的妻子是彭丽媛的妹妹彭丽娟，但吉利方面否认这一传闻。对，像海尔就应该是国家定点企业，当时对，那么我们呢没有国家的定点，也就是我们不能生产。嗯，那后来不是那个嘛，六四以后我就不生产了嘛。对，因为六四之前的话，我是把这个电冰箱，那个时候我们叫北极花嘛，还有一个的话呢是青岛，有个叫青岛夏普洗衣机，你听过吧？青岛夏普，当然我记得。对，他呢有一个电冰箱厂，品牌叫六月雪，那个老板叫任清祖，他是国有企业，他这个电冰柜啊，电冰箱、电冰柜，他的成本太高，质量技术也不行，所以他让我们帮他生产。他就贴个牌子，那个叫贴牌生产。我们那个时候是你生产的，他贴了你的牌子。他贴他的牌子，他贴他的牌子叫六月雪。生产量很大。但是六四一发生以后啊，这个就一切都停止了。我们这个合作，我也就跟他，也就因为那个时候就比较复杂了，你就关掉了，是这样。关掉，我就地停了啊，停了，停了以后，我全部都送给政府了。这倒是的。现在这个电冰箱厂还在吧？现在政府拿着我们，他搞不好的嘛。你这话说的太直白了，我们政府什么都能搞好。不知道，知道。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可增强免疫力，使疾病无法入侵，被称为万灵补品。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白参、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东医宝鉴》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另外，人参皂苷 RA、RF、RG3、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燥火性质进去，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袋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袋的吸收率高达 80% 以上，是红参的6倍多，是白参的16倍。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